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南向前行，我是 Bella 侯翠玲。我们根据移民署的统计哦，在2019年4月，在台湾台南的这个外籍配偶，也就是新住民呢，已经达到3万人。那同时呢，我们整个台湾呢已经占了54万的新住民，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台湾的人口数里面呢，其实占了2%。这2%呢，其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哦。那所以呢，我们过现阶段，我们看到路上的街景啊，其实也可以看到，经过了这三四十年来哦，其实新住民哦，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场域里面呢，他们把故乡的美食、故乡的文化、服饰，其实呢都带入了我们台湾。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现阶段呢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场域。那我们过去呢，从1980年开始哦，因为政府开放就是外籍配偶，那许多呢由来自中国或者是东南亚，透过婚姻的方式呢进入台湾场域的这个外籍配偶呢，其实他们在进入这个场域的过程中，其实在语言各方面都需要从零开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历程。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邀请到了已经来到台湾15年，是从越南来到台湾的这个陈玉雪女士，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过去这15年来到台湾的一个奋斗历程。玉雪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你好。映雪，您15年前哦，是什么样的机缘来到台湾的？那时候会讲中文吗？是我嫁过来的。其实我刚过来的时候，我会讲几句而已啦。只是说是讲台语还是中文呢？中文的。是，就是说大家好，然后简单就是好，示范。吃饭，然后你好，你好，吃饭，然后回家，对，就是因为我老公会带我出门，是，然后他回去，他会说啊，走，我们回家，所以常常听到回家吃饭，就是都跟着刚来的时候，其实是从越南嫁过来台湾。那在我们台南的哪一个区呢？我在安南区，在安南区。所以那时候你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是家庭主妇吗？还是在那时候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刚过来的时候，其实在半年前，我会跟我先生。对，早晚都是他公司那边是，然后帮忙一些，就是有时候他会送货嘛，我会帮他摆货，是是，就是摆货啦，对，因为语言不通了，对，然后就是说我们南部都是台语比较多，对，然后刚开始来，我老公跟我讲会讲那个中文。讲中文，对，但是你听得懂吗？那时候其实听不懂，所以是看那个表情或是身体的语言来了解认识这个地方，对吗？所以那时候就是在一开始真的很不简单，就是语言还不通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在这边生活嘛。那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会，最辛苦的是什么？就是说，第一个是我想家。对，很想越南那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吃东西的方面习惯不一样，不习惯，我家越南我吃的东西很重口味，重口味，对，然后台湾我们吃的东西比较清淡一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语言嘛，你讲什么我都听不懂，然后就是说如果出去外边。我都会就是先问我先生，先生，老公，我这个就是说我要买一个凤梨，对，这个凤梨要什么讲啊？对，所以那时候是讲中文还是讲台语？跟老公的沟通，比如说凤梨，那时候你会说吗？我会放映，就是不能拿那个用手机吗？还是用什么？那时候手机还没很流行，15年前，对，我都会说用那个书本，对。然后不能比，不能比说这个要什么，还是要什么东西，什么水果，是，所以刚刚来的时候是用，可能如果不会讲，就用书本里面或是图画来让先生知道，然后刚开始先生教你这样子吗？是，是，然后也是一段时间了，后来就是大概多久？
大概半年哦。半年的时间都是是先生，刚开始都是先生在教你这样子吗？是是是是。对，半年。那后来您是不是有去？因为地方政府啊，其实都有办一些就是提供给新住民认识字啊，或是学中文、学台语的课程。那你大概是多久之后有没有去上过这样子的课程？哦，有，就是大概半年了。然后我听我朋友，因为我刚过来，我一个人嘛，我先生觉得我很只认识先生哦，无聊了，他怕无聊，然后他怕我很乱想。对，然后第一个是想家会哭嘛，然后我先生会。听说啊，去打听哪里哪里有开什么课，就是对我们外籍的，就是可以上课语言的方面，是也可以顺便交朋友。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我们家的附近那边有开课，然后我利用那个六日的时候，我就去上了那个。识字的课吗？对对对对，在小学里面上课，波波摩佛。对对对，有没有遇到很难的事情啊？就是回家要问先生啊，或是会问同学，因为什么比较难？进去哈，老师有时候会解释给我们听，但是听的都懂没很多啦。哦，然后大家都用猜的嘛。对对对，也是很就是很神奇，就是好像就是什么适应的环境哈。对。好像闭还什么样，然后很快就可以，就是突然有一天，好像都懂了，对不对？对对对，因为可能你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一直重复，然后久了你就了解了，是这样吗？是是是。对，那可以请教一下，那时候班上的同学有多少位一起在学这个课程？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十几位，有十几位，都是来自越南吗？还是有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家，哪里的最多？那时候有印尼啦，印尼，然后缅甸，然后越南比较多，是越南比较多，是是。然后其实这个课程我觉得很好，因为为什么让我们去上课的时候，还可以有时候讲我们故乡的。跟同学嘛，对对对，是跟同学讲故乡的话。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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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有时候就是说聊天嘛，聊着你就不会很想念家。还然后我们读了我读大概一年嘛，将近一年，然后我就没有去读，然后我就已经会了吗？一年以后就差不多会了，因为我没有时间，都要六日去上课。对对对对，我开始工作了啦。开始做什么样的工作啊？我去工厂，工厂就那个像那个婴儿社那种，有没有？婴儿社，刚开始是我去做那个第一个工作，就是做那个工作，是跟衣服有关吗？没有，那是怎么样的工厂？就是那个他们外销了，外销的，婴儿的那种推车有没有？然后推车哦，上面那个不是有做一些加工，是不是？哦，是是是，哇！所以一开始就是其实先生也很照顾你啊，哈，就是先带着你，然后让你去上了语言课。那因为这样，那工作是谁介绍？是同学推荐吗？还是怎么找到的？其实我工作都是我老公帮我找的。哦，哇，那真的很幸福。对，是啊。然后因为哈，刚开始他看我这样一直接接也会乱想呢，然后刚在家不习惯，对吗？太孤单。他上班呢，他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啊，然后他就让我去上班。对，其实上班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因为哈，上班我有我当时有懂一点点了，但是如果你说。左右我不知道，哦，左边右边你不太晓得，不知道，那现在晓得了吗？现在好了 ，OK， 然后就同事会欺负，对，因为觉得你可能也不会告状，你如果欺负你也不会说这样子嘛。但是现在了，回想哈，应该也蛮接受了，因为什么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对，然后同事可能他已经熟悉了，我们刚进来不熟悉，所以他可能叫你还是
我想了，可能它让你就是，很快适应现在的环境，所以还好啦，没关系，就慢慢习惯了哈。因为我今天发现呢，映雪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的漂亮，很特别。那我记得我之前在那个有些杂志上面会看到，就是越南的姑娘，她很多就穿那个白色长袍。那你今天穿的是蓝色，请问这个颜色有没有不一样？它是传统的服装吗？哦，是是，我们越南就是这种衣服是叫什么呢？它是叫什么名字啊？是礼服的嘛？礼服，哎，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我们你看到白色的，对，然后都是妹妹穿的那种，是不是？就是学生，妹妹学生，对对，学生穿白色，学生是白色，是。像我们老师还是我们去请客，对，我们就可以送那个花样的不同颜色的，哦，所以只有看到穿白色就是他是学生，但是有不同颜色设计，可能就是其他要参加宴会啊，或者是老师会穿不同的服饰。哇，其实我们就是新住民的文化，有非常多。那待会呢，我们会再跟映雪呢来聊聊，就是我们后续我们进入工作了，那我知道映雪后来也创业了，那这个相关的历程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待会回来。我来看一下哈，这罐头上都写些什么？有效日期。现在的食物哈，出大叫你追啦！怎么添加了各式各样的食品添加物？里里扣扣一堆，这些东西是还可以出吗？妈，不要担心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有跟我们说，每一种食品添加都定了严格的标准，超过容许标准的东西不会上市的。可是我很多食品都有防腐剂呢，我们都不知道吃了多少下剂了的。妈，防腐剂也是在安全剂量下的添加物，所以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啦。还有，我们在购买食品前要看清楚检验标章，这样就可以吃得放心了啊。对吼，听你这样讲吼，原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要多注意饮食习惯，安尼吼才可以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啦。果然吼还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啦。好啦好啦好啦，妈妈哈要准备做晚餐喽，等一下就可以出喽。妈，这个是昨天晚上吃剩下的。对呀，这个哈妈妈再加工一下就好啦。妈，这个肉看起来好像已经不新鲜了耶。怎么不新鲜？下午吼才从冰箱拿出来破冰的呢。菜吼，妈妈也洗得超级干净的，所以吼还是自己家里煮最香。啦啦啦啦啦啦！妈，还有啊，外面的食物要注意，我们平常的饮食安全也是很重要的。除了要看清楚食品标示外，还要注意预防食品中毒的五要原则。一，要洗手。料理食物前先洗手，彻底清洁。如果有伤口的话，要包扎，再戴上手套，才能安心料理哦。二，要新鲜，食材要新鲜，用水要卫生。三，要生熟时分开，生熟时切片要分开，避免交互污染。四，要彻底加热，食品中心温度应超过70°C。五，要低温保存低于7°C， 也尽量不要在室温下放太久。阿贵懂好多，我的肚子怪怪呢，敢那吼吃着歹物啊呢？歹物啊，木啊，你今天不是只有吃昨天晚上剩下的这盘？啊，剩的。欢迎回到台南向前行。刚刚跟映雪聊到呢，就是先一开始来到台湾，在家里然后学习了语言，然后之后呢先到就是工厂去工作，那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那接下来呢，听之前跟您聊到，就是您后来进入了美容产业，而且呢很厉害的哦。映雪还就是考到了就是美容类的丙级的这个技术师证照。那我们知道考证照除了术科帮人家化妆，这还要笔试。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这个过程
程啊，有没有遇到比较难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进入美容业？哦，是，因为当时哈、啊，我去工作大概了三年嘛，三年多，三年都在工，都在工厂。然后那时候公司没有后、没有工作，公司没有了，就是公司结束了。没有，不是结束，就是说他那个没有那个缺了，没有那个工作了。对对，然后老板娘让我们休息一阵子，那阵子在家的时候，也是你知道我跟我先生那时候没有小孩了，我还没生小孩嘛，然后我先生也是我先生，啊，他就看在那个不晓得报纸在哪里的、然后他看到说啊，我们在那个像那个好像文贤路那边开。有开一间那个集训，美容集训啊，教美容的一个课程的。然后他叫我，不然你很爱漂亮，你要不要去学啊？对。但是讲到这个很好笑，刚开始哈、两字美容，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美容这两个字你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是。然后我还问我老公说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是让你漂亮的啊，会化妆会怎么样、然后我想到漂亮哦好所以因为是自己也很喜欢漂亮所以进入了美容产业对对那考试呢考试 要拿证照因为我进去学了之后我觉得很有自信然后我觉得这个方面哦我可以发展一些了、然后因为我学到那个是经络比较多哦，那时候学的是经络、是按摩嘛，按摩经络是全身吗？其实刚学我学的是肩颈跟头部啊，对，很多人有这样需要，是、然后就是说我们老师觉得我还不错，也是让我当那个助教老师哦，对，助教开始可以学更多，对对对，然后助教老师是不是要丙级？还可以哦，是这样，是，然后我就回来考丙级，对。考评级的当中真的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个简单、对因为什么说我们题目好题目很多对吗然后你要练习化妆对、然后帮模特就重点是我们那个字有时候字我看懂了但是那个意思不晓得然后我就病了背下来用背的对但是老师他们也很好，就是说，知道我们这些是外籍的，他会特别的念给你听。他要念，然后我们用背，不要用看的，看的要看字比较难了解。要看，但是就是说他会一直解释这个内容，很有耐心的教你们。对，然后不断就是天天练习。一定要天天帮模特那个化妆然后就是要练习的工作然后老师就是说给我们思考大概一段多久啊这样子准备考试多久啊当时我准备快一个月那也很快也很厉害咧考试术科跟化妆要一起就一个月我准备的因为我先准备好然后我还去考对对对然后很厉害因为老师给我每天都练习考试啊看文档值不值得啦然后真的他觉得可以的话然后我就再去考试了对考试所以考试一次就考过了是哇那真的很不简单哎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我觉得映雪很厉害而且其实很幸福所以遇到困难但是都有很多贵人在帮你那我们这么多开心的事情啊我这边有两张照片是你这边特别提供给我们的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照片里面的故事就是第一张哈，就是我最开心，就是说我那时候学了在集训那边学那个美容，因为美容学的时候它有就是美甲，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的在里边嘛，就是美发，那个新年秘术，好多耶，对对对，然后我们那边那个集训会办一个活动，我们就是活动就是免费的嘛，然后我跟那个水。去那边就是好多好多人来给我们都是政府开的免费啊对免费我都免费的我帮人家画的时候大家都说好漂亮哦很好很好然后就很有成就感这样觉得好开心对就越希望能够学越多对吧然后第二张就是说我们结训的时候那个就跟我发人就是跟我伙伴的
我会帮他做那个造型，就是新年的，他的他的妆啊，然后他的服装就是我们设计的，就是这样。哦，你帮他设计服装哦，对，就是一个结束的。哦，哇，所以刚刚好都是你喜欢美的这个事物，对吗？是，对，所以后来你就自己变成了老板。对嘛，就是考过了这个证照，然后也当了助教，后来又去上了这个新娘秘书美甲的课之后，那易雪自己创业了，是这样吗？是是，因为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大家说啊，你的职业我们蛮喜欢，然后你的那个指甲，画了，他们也是很漂亮，很漂亮，所以我说好，那好像很有成就感，来们试看看，我就是开了一间，就是在我家，安南区吗？安南区那边只开小小一间而已，工作室，后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去市场那边开了一间，市场又开了一家，多久啊？中间隔多久？其实，隔了几年啊？哦，几年，所以就是一开始在自己的工作室，先就是跟客人了解客人需要，是是是，然后再跟认识更多的伙伴哈，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又多开了一间在市场，是，因为开了在市场哈，我让多人认识我，然后就是在多个那个我的技术有没有可以双数去，对，因为刚那时候我就可以有教那个学生了啦。然后我想说，开这样的话，让我学生他们有地方，也有有地方可以赚钱，对对对。然后另外也，他们都是你的学生，对对，所以你也可以有更多收入，是这样吗？对，我然后就是想，我觉得很不错，我就决定在我家真正的开一间大店店。现在是更比较大规模的店，就不是工作室了。是是。所以你现在有多少的员工跟学生啊？大概十位吧。十位哦，哇，很不简单哎。所以刚刚提到说创业嘛，你就是创业之后大概几年啊？就是到现在这样规模，从工作室到现在，十年有了。十年，哇，那真的也很不简单。所以有经络，然后美甲，还有其他按摩，新娘秘书这些。其实我最喜欢，然后大家最喜欢我就是经络，就是按摩，我按摩跟一般的可能有点点手法不一样，像我们那是很多现在女生啊，工作嘛，然后回来还要照顾小孩，腰酸背痛，大部分是睡眠不好，然后头痛，我可以这个方面帮他们指压。只要一两次之后，他们就回去精神很好，然后很好睡。哇，那对对对，可是因为刚刚您提到你去上课啊，学的是像美容证照，那个是考试是化妆啊这些。对对。那经络你跟谁学的啊？那个是后来我自己也是这个老师，但是课程没有教那么深。后来我在底下啊，就是真正的去学啊，自己摸索看书吗？对对，不是不是，真的教老师。这个专门教经络的老师来教你。对。因为我喜欢是经络，因为经络会很大的健康。对嘛，也是健康。所以这个就是我真正的去学。到现在我也是在学。哇，对，因为就是一直会进修，对，然后让你的技术更好，对吗？是是是。然后再教你的学生。是。那刚刚您提到，我们想到创业，然后创业的现在的历程，其实已经很棒了。十年来，然后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那再来呢，就是说，你希望你的公司，就是你现在的美容行业，包含经络的这个行业啊，大概未来会长什么样子？还会更大吗？你希望怎么做？会，我希望哈，我工作越来越好一点，越多人认识我，然后因为哈，我的希望是多开几间，让我们越南的姐妹有地方可以来那边。第一个是工作赚钱嘛，第二个是说让他们是有着固定的工作，对，是，所以我的希望。想开像那个加盟店的那种加盟店哦，对对对对，哇，所以易雪很有就是愿景哦，希望就是也同时很有爱心，希望能够把这个自己学会的技术也交给你的姐妹们，然后让他们也有地方可以就是有工作做，然后那有没有想说以后还要开店开回越南啊？
啊，其实哈，讲到这个哈，啊，讲到这个，我会提一个我学生，是，他来，他是劳工的，就是外劳的，来这里工作，跟公司在公司，对对对，公司请来的，然后他觉得我的技术很不错，因为那时候他是头痛，嗯，头痛很严重，嗯，然后我帮他指压一次，他觉得可以了。指压一次要多久？我大概二十分你就有。更有感觉了、嗯，然后他就底下就跟我学，学三个月而已哈，他就回越南了。他现在的客人可以就是从早上约到晚上，每天从早做到晚，在越南嘛，所以他就没有回来了。没有。哇，那你就只教他三个月，然后他就这么厉害。其实他很认真。对，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他跟我保持联络，就是哪里有问题会跟你请教，对对对，会那个电话，继续马上叫他客，就是说，姐姐，我今天客人哪里不舒服，哪里什么样，因为我脚筋肉，假如说啊，这个脚是什么样发炎，还是那个肩颈高低什么样什么样这样，然后我会直接跟他讲，然后我教他。那今天很开心哦，跟映雪聊了就是15年在台湾，好，从刚开始语言不通，然后呢，很多很多就是习惯也不一样，吃的也不一样，到现在呢自己独当一面，然后呢变成就是企业家，然后培养了很多的学生，还让自己的姐妹呢回到这个自己的故乡开业，而且做得非常好。那这样的一个经验很棒。那我想说，请映雪简单的跟我们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是一样是我们新住民的姐妹啊，来分享一下有什么建议？来到台湾之后，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如果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要怎么去想，然后让自己像你一样越来越好？我希望那个姐妹们哦，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要坚持。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喜欢那个就是工作啦，职业，要努力一点点。刚开始一定很困难、很累，但是很就是你努力，你就会得到好的结果。这样子，然后也多交朋友，是这样吗？有没有？就是您在台南，就是来到这边交朋友，对你有没有帮助啊？是我的朋友很好。即使说哈，我在现在一样，我都有两位朋友，两个方面都很好。就是如果我困难，还是我需要什么样，我跟他们讲一讲，他们一定帮忙我，每个方面都可以。哇，真的好棒哦！今天听到这个映雪的这个历程哦，真的非常佩服你。而且呢，我也发现呢，其实你的先生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哦。在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其实人生地不熟哦。那其实另外一半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哈、哦，让就是我们新住民的这个配偶呢伴侣来到这边，不会觉得就是会想念家里。然后呢，而且很快的，因为透过我们政府提供的识字班啊。很多学习技能的班呢，找到自己另外一个天空，而且呢，你也发现就是上了课之后，你找到更多的自信。好，从不熟悉想念家，然后到现阶段独当一面，然后成为一个其实可以更加帮助许多自己姐妹的老板娘。好，所以对，我觉得这样的历程跟分享呢，其实非常的值得大家做参考。就是其实除了另外一半的那个多元的协助，那之外呢，其实可以多多运用政府的资源哦，然后来让我们新住民来到这边适应环境哦，因为毕竟就是离乡背景，在语言不通，各方面的这个环境文化呢都有差异，甚至其实那时候连朋友都没有的状况下，其实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让自己独当一面真的是不容易。那如果今天呢听到映雪的这个分享的故事呢，想要多多知道哎去哪里有识字班呐、或者是有什么技能的课程呢，大家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或是教育局的网站哦，或者内政部移民署，其实他们也有提供新住民培育的一个相关的资讯网。那这些资讯呢，都可以提供给我们新住民的朋友来了解我们这边政府有哪一些资源可以做学习。那这一次再次感谢哦，映雪的这个分享。谢谢。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